徐小姐来了啦！哎呦，人家还带你做欧米亚给啊！哦，哎呦呦呦呦呦呦！一阵子不见，越来越漂亮了哈！谢谢少爸，他看到美女哈都这样讲啊。阿师说你真的变漂亮嘞，人家说哦，人逢喜事精神爽。哎，要恭喜你！我有看到报道哦，说你跟那个张执行长要结婚了。我怎么自己要结婚了，我都不知道啊！你要结婚了你不知道，怎么可能，你在开玩笑的吧。真的啊，张礼谦又没跟我求婚。哈，我知道，你什么都没知道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真的知道。是不是就是因为那个张礼谦勾引我们家少主，你不高兴，你没有答应他，对不对？勾引？对啊，勾引啊，就那个张高颖。你不要听少爸在那边胡白乱讲，就跟张礼谦亲亲那个东西，而且不止一次。总之，我们就是非常的恭喜你跟那个张执行长要结婚了。不要听了少妈他们乱讲什么恭喜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他要恭喜，我没有要恭喜。那个张礼谦坏人一个，他好不仅夺走我们少主的初吻，而且他还……你肯定了，麦啊！少爸，你不要担心啦，我会想清楚的。对，我跟你讲，女孩子婚姻这种事情就是要想清楚。我想。可以了，这个徐小姐不好意思，你还有事情要忙，那你先忙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对啊，要想清楚这个，免得一失足啊，成千古恨哈。少子，好久不见。徐小姐怎么会来？我来送礼给少爸少妈。我们刚刚聊得很开心。那欢迎你，有空常来玩。我今天帮我朋友搬家，所以我可能没办法跟你多聊。没事啊，我本来就不是来找你聊天的。少妈，哎，你们先忙，我们下次聊。好好，那你慢走哦，就送到这里了哈。小孩，来，那个你跟张丽先讲，哦，我们少子已经有男朋友了，哦，就是。跟张礼谦讲哦，他没希望了，不要再来勾勾搭啊！我相信以前我爸不会的。那我先走了，慢走，不送了。讲什么讲什么讲什么啊！少子跟玉树什么时候八字一撇了？他们八字还没一撇，公在被冲散了。我这个叫斩草除根呢、啊。我跟你讲。感情的事情，就是要把它切得干干净净的，免得春风吹又吹。说这什么五四三啊？跟人家未婚妻讲说什么张礼谦亲我们家少子啊？这种事情能乱讲吗？他们都要结婚嘞，讲什么五四三，真的被你气死啊！不是这种事情怎么可以不讲？那个人家的真面目，张礼谦那个人的真面目就要让小孩知道，知道吗？不然他被骗了我们。那少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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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要去哪里啊？喂，是怎么搞的、啊？你女儿？她不是你女儿啊？少爸少妈，你们刚讲那么大声，我们在楼上都听到了。听到了。我有话想跟你说。你说啊，说什么都可以啊。我之前关心张礼谦，是因为他的失忆，怎么说我们家都要负一点责任，所以我们才会收留他。对他好，反正这份关心只是出自于一般人都会有的怜悯之心，没有其他意思，请你不要误会，也不要听我爸妈乱说。现在我跟张礼谦一点关系也没有。我说完了，就这样，再见。等一下。你跟他说现在跟李秋爸没有关系，那以前呢？一直以来你对他只有同情没有爱情吗？你们之间发生什么事我本来就觉得一点也不重要，因为那根本不会影响我们之间的感情。但你现在跑过来特别解释这么多，反而显得你很在意。
你是不是喜欢张礼谦？请你不用担心，我现在是真的祝福你们可以百年好合，永结同心。所以是喜欢的。我刚去了少家，见到少子。然后呢？他知道我们要结婚，还祝我们百年好合。我知道你喜欢少子。我曾经问过阿牛，阿牛本人也跟我诚实的说，他喜欢的是少子。我坚持要来凌霄村，就是希望你可以确定自己的心到底在谁身上。不是张叔叔要你去喜欢谁，跟谁在一起。你知道吗？我从小就真的很喜欢你。每次只要你一开心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就会一起很开心，到现在还是一样。你是第一个让我很在意、很在意的人，所以我不希望看到张叔叔的逼婚压力让你是不开心的。如果你亲口告诉我你不喜欢我，我会放弃对你的喜欢。祝福你跟孝子。我今天有点累了，吃饭改天吧。红酒先来，谢谢。米酒的香味，再加阿碧辣辣口感，辣的就像你的人生一样。哎，你的阳春面跟小菜来了。好的，你坐一下，马上来。老板，面我先不用了。
你好吗？我很好啊，你不在的时候我特别好。少爸少妈好吗？他们也很好。今天是他们固定约唱歌的日子，家里没煮饭。嗯。为什么一看到我就跑？这么不想要看到我？你不是跟许天安一起来的吗？报纸写的应该都是真的吧？想要保住公司，只有靠你跟天爱的婚事。你不回答，我叫你承认喽。我知道许天爱他是真的很喜欢。所以你也不要辜负他。再见。每一场恋情分开时多疗愈，整天你一起讲什么都有趣，难免越熟悉就越多情绪，想边看我想我可能不够爱你，不够尽力挑战自己。先生，你哪位啊？放手。我怎么可能不够爱你，雨过天晴甘之如饴，把未来交给一个人我伤得起，太容易伤自己是因为太爱你。你这个麻烦也不会待太久的。什么意思？觉得有点累了，想要休息一阵子。听起来是借口。我想要离开，是因为喜欢上你，但是你不喜欢我。你为什么跟着夏天晴？好不容易遇到贤士的妹妹，当然想要多亲近一下，免得以后没机会。他们永远不会理解，只有开发村的计划才可以给这个村带来生机。名义上你还是老街改造委员会的主委，或许你应该跟老街自救会的会长谈一谈。你为什么要帮我？因为你不是坏人。你还是想拿老街来赚钱？赚钱就一定等于不道德吗？放过老街，放过我吧。Live Asia 超级周末现场，本周来宾：动力火车周慧、佳佳、丁胜熙、赵武元。Live Asia 超级周末现场。我抛出的